所以咱来邀请罗转先生来讲伊看黄兆东主席是安怎。这个张馆长，今来吃一个贵宾，然后我感觉赵东升伫迄个旧年十二月过身的时阵，我一个家呢，真空虚啦吼。今来伊多以一本迄个由这个张馆长负责来编出以一本册的时阵吼，我看到非常的温暖，因为一个人五十担。拢徛伫底线，所以伊个伫江苏当独立运动，会使讲，阮即个时代，也是讲阮即边个人个一个迄款共同个记忆，哦，互咱感觉讲啊，咱行这条路是非常健康个，今仔台湾才有这款样，所以阮伊个张馆长伫甲讲。拄仔伊甲我介绍的时阵，我感觉灿龙兄也同款。阮伫迄个大学毕业的时阵，是一个非常苦闷的时代。迄阵有一个小小的代志，即1960年6月19日，差不多43个人伫关岭集会。即伫只黄坤龙兄是伫啊，迄阵即43个人吼。拢无一个国民党诶，啊，国民结拜，啊，即个黄坤龙遐是老大诶，上大诶，啊个43个，啊43号迄阵伫遐咧集会迄阵，向阳讲警察来，哦，大家走啊！你若讲无伫做啥歹代志，你想哪警察来，你就爱走。啊，就是警察是讲，大概是我想是灿龙兄的摩托车共教过人，袂使行过咧铺路面的，啊，所以警察咧查讲对一台摩托车。迄个代志，遐人拄啊，即个灿龙兄介绍，到尾啊，英邦、侯英邦、林克局去日本，啊，灿龙兄我啊，蔡东营、陈英贤去美国，所以因。大家无形中伫外口的座位阵哦，遮就是互相一当信赖，因为迄阵的即个保卫也太厉害了。啊，若无就讲台南迄种的，若无就家中的吼，安尼做一个。啊，我即摆要讲是讲，我迄阵6月19日有这样代志，啊，我阁进行长多伫做黑色的故事。我迄阵有一个属于中国的杂志，啊，老蒋的伊。宪法规定讲会使两任尔，啊，伊讲要做第三任，我先讲，迄当然迄阵即黑色也个反对，啊，我一个小小的一个迄个，我甲投诉啦，讲恁遮国民代表吼，若投票予老蒋的吼，恁是违反宪法，我用这分钟的，唔敢伫家，我是家己人，唔敢当家己投，走去甲高雄甲投去，啊。不是专门甲顶，但是甲顶出来，所以有这两项代志，我讲好啊。这我本来是无要出国的人，刚讲这伫迄个恐怖的时代吼，你刚讲一个，我讲走来日本吼，小可迄个，因为我细汉迄阵捌去日本，所以讲来日本迄个那讲避这个真歹的这个政治气氛，所以我8月13日去日本，啊，我拄仔咧讲。蔡东仁甲一个老家孙，9月17日一出国迄阵，老家孙都会掠落来。啊，即关咱领事件，到尾换掠几个人去问问。我听讲，黄坤龙兄是走去新竹遐避难站才出来。迄就是迄个时代，你知影讲迄个时代一阵，即台湾青年所感受的即个时代恐怖，啊，甲迄个对时代不满。所以我8月13日去到日本，啊，伫日本住伫迄东京大学对面的一个迄间迄个学生的宿舍，迄阵我就看到第一本的台湾青年，迄个时会出版。我看了迄阵呢，讲啊，这条路
题真久，台湾讲要独立吼，这条路真久，唔知咧过几冬。所以我迄阵就下决心讲，那安尼我无要等伊台湾，我是讲，那等久我要去美国。啊，迄、那个我希望甲大家讲讲，迄、那个台湾青年第一期的这个发刊词哦，对我会使讲是一个上大的启示啦。用两点来讲，第一就是讲1920年，迄当时迄、那个。啊，那是讲这个蔡培慧因家在留学的时阵，创办台湾青年是1920年，到尾啊，遐人转来台湾，怎帮助这个一关这个啊，也林献堂因家做这个这开始这运动，所以因在发刊子讲，咱这代青年就是40多啊，因家讲因这代的人讲，咱这代青年嘛是来负起这责任，我看了。非常感动，因为焦东升呢，伊是台湾两党前期，迄阵都台湾开始开放留学的迄阵，所以才有渐渐有去海外留学生。我迄个以前可能哦，那是讲廖文杰，人家是用不共款的手段出来，所以迄、那个会使讲哦，代表讲哎，咱这代青年对台湾爱做啥物，我会记。迄就是对外迄，所以我就讲啊呢，我买等来大学时，我就要来美国，所以我两当第四次了，我就要去美国，因为我有想要去美国，所以我当然唔敢拍声惊，敢那含交通车的小哥打招呼起来哦，唔敢讲着，所以我迄阵要去美国的时阵，迄、那个这。迄阵的中华民国的一些大使馆啊，拢有在调查讲，哦，你这个人是明哲保身，你无在参加到。伊甲讲迄句，表示讲，你就是安尼，你要出，你去要去美国签证，我甲你办。我8月，我63年8月初三到美国，我去的所在都费城，我阿在讲，等你伫罗斯福，人家拢是伫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也开始做不到，但是我去到遐的时阵，8月的时阵，我过冬当作1964的2月8日，今天我太太在这个，我两个因为伊10月到，啊我8月到，我转2月28日，我就走去华盛顿的那个中华民国大使馆，个邮件我 passport 我个断掉，我讲我唔免你啊，我已经来到美国。所以我你爱讲这就讲，迄、那个时代的这个大学生啊，然后迄、那个来到日本，还是来到美国，你自然你就感觉做一个迄个咱这个知识青年，吼、哦，都真侪人都投入，有的人是无公开，但是暗中支持。美国，拄啊蔡龙耀有讲哦，迄、那个日本会使讲。台湾青年才做中心，但是美国较早是罗斯福，啊，佫要一个林明芬先生是干呐办这个个性的机会尔。伊上早去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提政治的博士，啊，等伊的伊比我第几，我第十几，伊加我6岁，因家人开始5、6个人站在迄落，啊，但是因互相往知讲。日本不是敢那讲有迄个廖文杰尔，尤其是这台湾青年发刊了，对这美国的这新时代这，因为迄是台湾青年，就讲对一代台湾青年有真大的这启蒙啊。所以两边在联络，啊，我伫讲迄当时就是，我去看咱遐的人内底有校园班甲林启国伫日本，啊，我。蔡龙兄，我蔡东明，啊，甲这个陈林贤，这伫美国，所以开始做一个迄个比较贴切、当互相信赖的这个联络。这东西到尾促成这个1970年代、70年阵哦，拄好迄个日本、美国、啊个加拿大、澳洲啊，一关台湾本部，啊个技能当只变作讲迄个。巴西遐加入嘛，所以我讲
六十年代迄阵，七到千年是一个非常对学生的一个启蒙运动。到七十年代十当后，比如讲海外学生的这个非常大的运动，可比讲伫美国，虽然参加的人啊一两百个，但是后壁每一分钱，美国的本部每一分钱拢从是遐留学生的寄付。我买阮大财主，迄阵高盛的伫美国、日本。是一个日本本部的大事，但是美国是迄个全面性的一切的一切，所以我是讲讲，那为海外运动的这个迄、那个，我讲讲会当分作四级。第一就是讲迄、那个台湾青年去站起来启蒙运动，啊，美国当然开始，啊，到七十年代迄阵，怎啊团结全世界，哦，啊，怎规台湾都站出来，啊，我讲。所以吼，实在是伫台湾的政治运动上非常的重要。安怎讲呢？台湾迄阵是由国民党政府控制，啊，伫海外，伫迄个国际上一贯的吼，叫做自由中国。所以讲，台湾无自由，也毋是中国。所以第一摆海外啊，不管讲你日本的国会也好，美国的国会也好，还是媒体也好，即怎讲？国民党的统治之下，台湾台湾人不是含迄个国民党的同款立场，啊，佫偌济政治犯在受难，所以我讲这是早期海外运动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结果的，因为台湾不会发声，不会发声。啊，到拄啊，迄个那是讲台湾的民主化、民主运动开始起来，就是讲哦，这个。江平跟姚兆文先生，因才开始，我会当运动啊！伫国际上，我人我知影讲台湾岛内有一项运动，即从啊开始海外甲伊个岛内一个迄款迄交流的阶段，当然有当时啊当马尼拉见面，有当时啊当对见面。啊，迄个时阵呢，即我啊即个伊个讲讲，决定讲联名来。迁入去台湾，所以我讲迄是第三期的迄类，啊，第四期哦，即贾东山呢，伊伫迄个册内底有讲，伊讲成功不必在我，伊转来台湾，甘无讲做一个，那是讲吼一个要安怎参与的迄类，伊毋是讲要含人去争取讲哦，台独人民应该伫台湾来得到尊重，得到啥物伊个认定，所以。1992年开放了，回来的这主席，黄兆东主席，当然蔡龙也做主席，啊，过来黄兆东，迄阵就是大家拢抱着讲吼，台湾已经入去一个迄款政党政治的时阵，啊，党的人民唔是一个迄款迄个政党，所以咱个你讲你是傻，我变来个兆东兄讲，咱这個。独兵伫台湾，1992年以后是一个灯塔，哦，叫人讲袂使走了，唔着方向去。但是唔是伫含人拼迄个哦，立法委员还是总统还是啥物，唔是迄类。啊，咱都爱抱着讲哦，迄个成功不必在我。所以这个是交通主席一登来台湾哦，开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人民的这个。所扮演的这个角色，所以我是讲讲，今仔这本册出来，我系讲讲，对我讲个两大个意义啊，就是讲，就迄个五十年来，迄阵伫海外，伊即台湾青年，诶，即个开始，啊，到讲即个海外即运动吼，留一个真正一个真好诶一个对，所以真侪有参加即个。当然，这是写在黄兆东主席做中心，但是也使讲对阮讲也是一个共同的这个回忆，共同的记忆。伊迄台湾的历史上吼，互人知影。若无一本册呢，哦，大家讲的讲啊，只有一个故事，结果这本册出来，通过这个黄兆东这五十年的打拼，互人凸显讲。迄、那个时代的台湾青年所选择的路，啊，甲因迄个为了台湾，
拍拼的这条嘞。所以我讲，这个我有当时啊，甲迄个这张馆长，不但个感谢，啊，佫互因感觉伊互这个赵东升的一生是台湾的这个政治运动史的一个真重要资产，会当佫互佫过迄代的台湾青年来了解。所以我是感觉讲吼，即啊，今仔即个出版册吼，看到是讲讲一个迄个黄兆东先生的这五十档的历史的一个迄款吼，真非常忠实，非常迄、那个会使讲哦，真迄、那个时代黄兆东先生徛啥物立场，啊，当然这也是使代表台独人民迄阵。的一个行过这个这路，互老的后代啦。啊，我安尼伫看这一阵，我拄啊，我着想着讲，1920年代迄阵的台湾青年，所以这也算讲台湾知识青年吼传承的一个过程。我是迄款看法。啊，所以我感觉，起码算是一托起，来传落各国一代的台湾青年。当然不是讲讲台湾青年，但是主要就是讲对这個台湾社会的疼惜，或者台湾的知识分子，感觉这是伊的责任。所以真侪人参加台独运动啊，伊唔是咧求家己的地位，唔是咧求家己的名利，伊是讲讲讲这是伊的社会责任。所以这点我感觉。啊，做一个参加过运动的人，我感觉啊，咱无行了唔对路。啊，但是呢，我希望讲这本册出去，和各国一代台湾的这个青年，啊，甲这个迄类吼，知影讲，这个台湾人从1920年来传统。如果讲到讲1920年迄阵，我大学迄个三年迄阵，我看到报纸。我看到中央日报，知影讲有台独运动，安怎讲呢？就是写讲蔡培慧去日本，看过迄、那个迄款林献堂倒来台湾，啊，伊讲一句讲林献堂伫日本无在做台独运动，啊，我才知影讲日本有台独运动。所以这吼、哦，迄阵，你知讲我做学生的时代就是。加那讲受这款的迄个一代一代的青年的这启发，啊，伫迄内底我讲讲过去这五十冬，迄内底最杰出，会使讲一定拢徛伫底线，唔捌放个半日的，就是黄兆东。啊，这就是我讲，阮这代的这个青年的，会使讲上大的一个资产。我讲到这，对。